接下来只要守三分就赢了。那在影片开始前呢，还没订阅的记得按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才可以知道什么时候我上新片跟什么时候直播哦。要边角，我这叫放松的打，随缘获胜流。而且这里粉丝不能说实话，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你觉得那一场是因为在怪福田有没有开大局？那一场的重点并不是福田有没有开大局，重点是在于我们是打最后一波球权的人，他在那边耍帅把时间给拖掉，让敌人可以打最后一波才是真正的重点，并不是他开大不开大的问题。动一下你的脑子，看一下比赛，智商会更高一点。动你的脑，重点在于最后一波球权，不在于那个大局。你是不是猪头啊？真的是猪头！13秒进攻时间，9秒就打掉。你跟我说是大局的关系，你是不是没有脑啊，猪头？然后两个双排，整场漏中断，漏到底，是大局的问题吗？那你是真的没有脑。你仙道这么会盖，花钱在游戏上算浪费吗？不会啊，这是一种。每个人有不同的成就感的达成目标方向不一样，有的人在游戏上砸钱可以获得到成就感，有的人要在现实弄到一点东西才有成就感，每个人开心的元素不同。当你觉得把钱砸在游戏上的时候很浪费的时候，没有关系，你把钱拿给我就好了，我代替你体验那份快乐，我再把我的快乐借由实况分享给大家，有没有？赞吧！独乐乐不如众乐乐。
拐子一脚。今天 low PSG 的比赛看完，当然不可能啊！凌晨的比赛，我没在打楼，我干嘛看？不要把希望投给台湾队，好不好？不要抱有期待，到时候就不会有伤害。我已经看着台湾的 low 已经快要七八年了，真的不要抱任何期待，抱期待只会有伤害，绝对不要相信 PSG。不是吧？不是吧？吹！哇，干，吹进去哇哇帅一半。你怎么还在福田大好不好盖啦、啊、我们真节点就不是福田的大局了。是智慧波进攻时间没有打干的问题了。你还在那边福田大局还换一张大头贴，你以为别人看不出你啊？你是不是智障啊？你改头像干嘛啊？你是白痴是不是啊？怕你那张中年的脸被漏收到哦。看你他妈是不是有病啊？脑残是不是啊？怕成这样，都几岁还会怕？K 美屌吹，接下来只要守三分就赢了。有这么毒？干，有这么毒吗？太扯了吧！傻小，干也太夸张了吧！干他妈的，不是他那么夸张啊！地抄一下，地抄一下。哎、欸，关键哦！哇，他居然不是开大局，慢跳。刀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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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碎 ，OK， 稳了。这球只要地抄掉，游戏结束。再一个第三，我就不信这球他妈会被藤中花。